大家好，我是盛安相机的曼曼。我今天呢要来抽的是上个月的周年庆活动。我们已经从10月15号到11月1号的消费记录中做出了 Excel 的编表，然后每一个表上面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号码。然后等一下我就会从这前面的签呢抽出得奖的得主的号码。然后这是百位数，然后十位数跟个位数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抽的是 Hello Kitty 的拍立得，跟现在最畅销的 ZR3500， 还有最受女生欢迎的自拍神器 TR50。好，那我现在先从 Hello Kitty 拍立得抽起。那我现在先抽出第一个百位数，三，十位数是二，再来是个位数七，恭喜第327号得主，请店长确认。327正确无误哦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来再抽第二个了。我先洗个牌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抽的是 DR3500 的幸运得主，那百位数是四，十位数是一，个位数是零，恭喜第410号得主，410号正确无误哦，恭喜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抽出头奖 TR50 的得主了，那我先抽出百位，百位是四，十位是七，个位数是零，恭喜第470的主，470号正确无误哦，恭喜恭喜。好，恭喜以上三位得奖者了，拜拜。